在练尊巴来了，好久没有见到尊巴舞老师了。之前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是刚刚生宝宝吧？你现在瘦了多少斤了？好瘦呀，瘦了有20斤了，20斤了，加油！音乐嗨起来。现在只跳了4个小节，我已经出很多汗了，喝口水。好，运动结束了，我们现在开始拉伸了。拉伸，拉伸我会啊！哇哦，掌声在哪里？我今天多少分啊？如果满分100分就分99吧。第一次和我们教练见面的时候，我那会儿刚刚生了孩子，肚子也是肉，然后屁股也是肉，大腿也是肉，他就穿了一个露腰的，然后一身特别美的过来，我说啊，我也要变成这样。对的对的，是吧？加油！